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我今天又上我姥姥家来了。我姥姥今天说给我做拖鞋，呵呵，我来看看。哎，这拖鞋做的真好啊。那做成你看看。就是这些年都是穿我姥做的拖鞋，就是这种拖鞋，那个穿的可结实了，而且还不愿意坏。就是在市场在超市买那种穿一穿它这个底儿就不行了，对，就裂帮的了，这干穿也不变形。而且还得劲儿，还跟脚，真好。做这么多双，看这么多的渗金茶，就是秋天刚入冬没下雪之前采的，这都已经晒干了。这都是我姥和我姥爷采的，看多好。而且这个上面还有粉呢，看这个黄的，这个黄的都是孢子粉，不是虫卵啊，有的都以为是虫卵呢。哎，真好，保存的也好。焦虑啊，哎，你家挺能踩呀，老爷，你家这个秤太古老了，没有电子秤啊？那有一个，你有没有电了？不知道了，这能整起来吗？这老头儿，够老，你做这么多都有谁的呀？哎呀妈呀，够分吗？够。这还没揍呢，那揍那些，揍那些呢？这咋这么小呢？揍那些高外头了。妈的妈的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小老这小脚太小了，这王天浩穿都王天浩穿吧都得小，都得小，我儿子穿都得小。妈，这小脚小老太精致了。嗯呐，可不好上了，就上不好上。现在做拖鞋的可少了。嗯呐，但是做穿得劲儿，结实。然后你一天能做上一双吗？这个我提前都整不利量的，完了一直上，一天能上两双，量的短。哎呀，哎呀呀，老你卖拖鞋吧，这鞋找不着啊，现在结实。像这种拖鞋，那个以前就我老给我做一茬，能穿二年呢，也不坏，尤其在屋里还热乎。这你妈穿嘛不整洁的，晒完了。你看我那个穿完之后刷一刷，完了夏天放。你老又给你揍了吧？是我老说了，又给我做拖鞋了。看，多好啊！老等我给你买好吃的。行。看到拖鞋就像买的似的，我老是做工精致啊。明天卖拖鞋吧。嗯，那行。这鞋多好啊，真好。就是上不好上啊。看别的都挺好整的，还行，你这眼睛还能瞅着，这不戴也戴眼镜哈。嗯呐，这晴天行，你想晴天都就是，那个还能瞅着，这阴天就完了。阴天就不好瞅啊。嗯，你像这天的瞅着底颜子啥就费劲。这个缝纫机是主要的工具。啊，太老去了，我刚回来考试嘛，完了考完试放假了，我就回来了，放假了，回来了，在我妈那儿呢。嗯，有没有需要拖鞋的？需要拖鞋把你能卖的吗？不行，我这不能卖，这买都买不着，主要是穿的时间长，还跟脚还结实，能穿二年。买那个穿不多长时间就啪啪了。你高楼上吧，这是多好。那个那两天这不是这都在不上了，连鞋帮带鞋底的都整那一辆的嘛，一组上。对，一起上。嗯呐，老你这做的真跟卖的似的，真好。卖的真不敢我揍。嗯呐，还敢不敢揍？可不，嗯，这赶上，哎妈，这小脚丫太小了。没有喜欢我姥姥的拖鞋的。可以给你们做两双，看看我姥的手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取完东西就走吧。